发住梦跳骑呢舞，吓呆猫星人。哇哇哇，咁得人惊嘅，唔系撞邪系嘛？事完有个网友怀疑自己有梦游，于是喺床尾摆个录影机，录低自己瞓觉嘅情况。唔录又自可，一录真系不得了啊！瞓瞓下无啦啦弹起身，唔通真系梦游？网友屋企只猫星人都即刻关心下发生咩事。突然之间，恐怖嘅事情发生啦！呢位网友竟然瞓住觉跳舞啊！吓到猫星人眼定定，呢个奴才又搞边科啊？跳到兴高采烈，又扑一声搭翻落床，猫星人成只弹起啊！其实奴才唔系真系梦游，只系想实测一下发生啲咁嘅情况，猫星人会有咩反应咋？结果咪就系崩溃咯～